那没办法看，没关系，明天继续看。我这样有这样子有那个吗？口红？没有。刚睡醒真好，对啊，很累。哎呦，网络又不好。谢谢果子，好多果子，好多，太多了吧？居然是眼镜娘，当然是啊，拜托。哎呀，好可爱哦！你知道我拿掉眼镜都看不到，镜是400多度哎，拜托。哇，好多好多，晚上好哇！这是什么？谢谢，好多好多，那么爱我，那么爱我。卡卡，卡卡，谢谢你，哇塞，太多了吧！谢谢你，是不是三天又没吃饭？现在来吃东西。哎呦喂！谢谢谢谢。啊！哇，好的，谢谢。那个是谁？谢谢信提，谢谢那个我看不懂，我看不懂日文，对不起。谢谢你的果子超多，谢谢你。天啊！好多好多好多，谢谢你们的礼物，一进来就送一堆，超赞的，你们最棒，最棒了。这个要改成我就棒，你就棒，不是我就卡。哇塞，来看姐姐的，姐姐不在哦。来吃东西，你知道这个是我阿姨做的，这个是阿姨做的，试试看。啊，谢谢。今天吃什么？蛋糕，还有牛奶。晚安，谢谢你们的礼物。不是酥皮蛋糕，它是乳酪蛋糕那种。哇，好多哦！谢谢你们果子。还有果子，它长得超像果子。眼镜戴眼镜，对啊，因为我讲一下这故事，因为我刚睡起来，然后每天都吃蛋糕没有啦。我刚睡起来，然后呢就不想要再戴一次银眼，因为一天戴太久，银眼真的蛮痛的，就很不舒服，所以我就戴眼镜。看到一排乌鸦飞过去。喝起来吃蛋糕，我睡前才吃中餐，吃饱睡，睡饱吃。好可爱哦，天哪！谢谢谢谢，五六不能玩，不要戴太久。对啊，有失公允什么意思？话说你有没有情报机构？什么意思？拜不拜不，你要去哪里？想去旅行主播有推荐吗？在自己的国，在自己的地方国家，还是去外面？谢谢你的果子，谢谢阿吉啦。哎，那个。有一个音很像凯撒的是哪一个啊？凯撒还凯撒？吃不饿了，我每天都有吃饭，下次我做给你吃，煮泡面。嗨嗨嗨，对，我今天开到去店。不是，是有一个人，他说他的名字音很像，但是他是日文的。泡面吃起来，对，泡面。去问问他在干嘛？哈，我等一下好了。大家在吃晚餐了吗？
下哦。我没有每天看，没有。有没有查到一些 IG 粉丝之类的 ？IG 粉丝嘛，我有时候会看一下，稍微看看。嗨嗨嗨，小彗星，你一定是奇彗的粉丝。你知道，我都叫奇彗是米奇，我是米妮。谢谢。那你这是午晚餐没有？就是点心。我是你爸，谢谢。黑糖啊，乖乖，黑糖那个五。今天要戴眼镜拍照吗？你们想看我做什么？谢谢你的爱，怦然心动，差点讲错话。哦，好多，谢谢你的果子。耳朵？什么耳朵？耳朵在这里。谢谢你的怦然心动。心跳咚咚，不会辛苦啊！我刚在等你爸虾，干嘛等虾？餐具的业配真多，没有？哦，好可爱哦！谢谢你爸虾，谢谢你爸虾。谢谢你爸虾的小熊娃娃。平时有什么爱好？睡觉、唱歌、跳舞、画画。最近衣服真好看，谢谢。它是小鹿斑比，很多人都说我长得像小鹿斑比。今天心情很不错嘛，每天都不错啊。谢谢你的玫瑰。迷你耳朵很大的意思哦，耳朵蛮小的。但很多人说耳朵很漂亮，很适合大耳洞。但我的耳朵好像蛮容易发炎的感觉啊，因为有时候我的这在吃晚餐不是。这点心，我的耳朵有时候会莫名出现一点一点紫色的，那是什么东西啊？啊，好吃哦！谢谢你的 love， 我也爱你。来，你爱几下就弄多久。啊，这样可爱，看起来太好吃吧，超级好吃，真的，我真的觉得我阿姨很会做食物吃。谢谢你的星之冠，为什么侦测不到？谢谢你的果子，谢谢口罩，饿了，一起来吃，看。吃饭顺便看我，赞！哈，好吃。谢谢你的乐福，没看你那个东西，没有。你们有分享到你们群组吗？我的直播，欢迎，呵，阿姨是看到面包店的吗？不是，她是上班族，阿姨，嘴里还有东西圆鼓鼓的，是蛋糕，不是蛮常吃的吧？哪有？今天没有量体重，对，今天没有量体重，两个礼拜量一次。谢谢你的哥哥，补涨的时候看你的吃啊，我没有吃。主播那边有什么好玩的吗？还好哎，顶多儿童新乐园吧。对啊，每天刚好在吃东西的时候，主播说我还在吃啊。
你的蜡烛很厉害，还是蛋糕？对啊，对，我戴眼镜，戴眼镜，镜也是蛋糕，这是晚餐吧？不是，就是点心。现在超心虚的，对，感觉像等一下还要吃一样，应该不会吃的，蛮饱的。这其实很容易饱。天气里面有喜欢蛋糕吃吗？还睡觉，他刚也在睡觉，还没睡醒。嗯，家里冰箱是不是需要蛋糕？才没有，就是阿姨昨天做的。你看，我脸这边都是，我脸这边有东西。我没有吃上去，小碗看起来好吃，这个超赞。证明了点心跟主餐是不同味，没有啦，我是一个味。嗨，小葵，嗨，草莓酱，青春无敌，还好，我也蛮容易胖的、啊。你像大阪老婆婆，为什么？嗨，阿尔法，应该十点晚餐吧？没有啦，刚刚看起来跟你娘了软条条的嘞，我很软吗？安安，他们说我软软的，所以我这样子。为什么？奇怪狗，应该没在睡午觉的，他们超会睡的、啊，不知。不管怎么说，大阪老婆婆随时都拿出，赶紧拿出蛋糕，可以随时拿出糖。晚餐是另一块蛋糕吗？才没有。谢谢你，巴西。我好爱你，巴西。你家猫没有觉得很像啊？我也想要戴眼镜，因为我刚睡起来啊，我刚睡起来，然后不想要再戴眼镜，戴眼镜会痛。叫弟弟起来玩，他在离我隔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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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糖果丹丹，才没有。哎呦呀，大哥，我脑的奶，谢谢你吧。昨天粉红色的，我两间，房间好多，没有，有一间是厨房。好怪，对啊，很怪，但是没办法。我家49平，而且眼睛素颜就很可爱啊，不能素颜啊，我们不能素颜上播。谢谢你吧，先呛到。对啊，颜色不一样。我之前有教过小孩子跳舞，他们说我很像这一只诶，你们觉得呢？素色素颜没差到多少吗？我觉得自己就只有眼妆差比较多啦，有眼妆的话，眼睛比较看起来有神，但是。我其实卸妆前其实没有差到多少哎、欸，因为我不会画很白，直接忽略名字被叫泥巴，因为太长了，我只看到泥巴两个字，对不起，对不起，小易，你在喝奶吗？对啊，奶好喝，好爱泥巴鞋、啊，有那么会跳舞的小鹿吧？小鹿手都长长直直细细的，我也希望变那样子。是在哈喽，小牛，我不是。谢谢小易的小狗娃娃，谢谢。我也
不就小彗星啊？因为我看到小彗星，我没有啦，我只是说你一定是小彗的那个粉丝，我只是在说粉丝你。猪也是叫常常嘻嘻，才没有。谢谢你的果子哦，谢谢阿 k i 的小熊娃娃，真的好可爱哦。我叫冰冰，你好，冰冰你好，冰冰你好，我好坏啊，熊熊，谢谢鸡肉饭的怦然激动，谢谢 kiss kiss， 谢谢你的玫瑰哦，心之冠，你拔下，又是你拔下，打下，我眨眼睛，放到前面才是名字，我知道啊，只是我只是看到粉丝名，我就叫粉丝名。我也想吃虾，好想吃炸虾，它叫两光。对不起，看到鸡肉饭我就觉得鸡肉饭很可爱。哎呦，嗯，专门叫粉丝名的妮妮，不是故意的。谢谢，谢谢你的四叶草。Wink 还不错，另外一只眼睛也可以吗？这只比较顺，这边比较顺，两眼可以吗？这样子吗？不然到处小彗星。对，这样也是。大家爱你才对，谢谢谢谢你的掌声鼓励。不就是眨眼？等等，叫福 Panda 或是吴博义来，才没有。谢谢你拔下的小熊娃娃啊！辛苦了，不会啦。可以保持长一点的 Wink 吗？谢谢谢谢冰冰的小狗娃娃，差点要讲到后面的字。长一点 Wink 吗？就这样吗？我相信另外一只眼睛会变小，哎，我要很努力的长大。不行不行，我这样子。谢谢谢谢你的果子。富片蛋，你要吃超？希望下一代上选吧，我也希望啊，当然都希望。为什么你张凯有点像？阿姑，阿姑是什么意思？哇，谢谢谢谢这里人的果子，好多好多哦！晚上好，晚上好，同学在测试室里，那个这边上面明明就是下面，我每次都这样。谢谢这里人，哇，好多好多好多，天哪！谢谢你。哦，千岛，千岛也很可爱耶，谢谢各位。为什么？为什么你用我的头？为什么小易用我的头？好可爱哦！天哪，好可爱，真的好可爱，我觉得我自己好可爱。接到两眼都闭的。对，自己说。你们又在乱截啊！才没有，才没有演片，被自己可爱到。对，怎么样吗？好了。谢谢阿 K 啦！谢谢阿 K 啦！Coco， 对，是 Coco 的脚。谢谢朱莉恩的偷偷喜欢你，吓到，对 ，Sorry，
弟弟抗议你了，还是 Coco？ 昨天截到了不少光图，头剃很正常。来，好，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他们叫声怎么分？弟弟通常不会叫，弟弟的叫声是这样子。Coco 的声音就很洪亮啊，弟弟，弟弟有时候声音很像女的。谢谢你的小熊娃娃。好多小熊娃娃，谢谢你吧，霞。所以尖叫的 Coco， 对，尖叫通常的 Coco。吸东西，小凶人，他就不敢叫，好不好？家里老大是那个、欸、Coco。哇，谢谢性情的经理吗？Coco 从生气生气到现在，没有哎、欸。谢谢性情。只要家里有人回来的话，他就讲 Coco 了 ，Coco 会。好会模仿，对，这学太像了吧？我怕吵到外面的人，因为我现在门又是开开的。晚上好，晚上好。谁是你大哥？主播才选戏，不戏，我才不戏，我才不戏。Hello， 你白酒。你不要去，你在那边氪金哈，看到了啊，按到了，没看到他们一个就是狗，超会学的，我还会，这张可以吗？随便，你们开心就好，好笑啊！你才不信，我怎么才没有？哎呀，我一直按到，是真很可以。学猫也很可爱。我说你偷氪金呢、啊？你把句偷氪金。谢谢你的口罩，我刚看到。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学？我还要学猪，哦，很漂亮。我还要学猪哎、欸。期待我手会见到你。我也期待看到你。偷氪金是啥？氪金就储值啦，偷氪金，我看不到挡住，猪，对，猪，才没有，干嘛看我？乌鸦怎么叫？啊！哎，我刚好有那个口水。又换，好，这张也不错，很有意境的感觉，很有意境。你们是不是都跑去换头贴？我跟你讲，我都看得到。口水喷在荧幕上，才没有，我荧幕超远，超远，头贴换起来。你的头贴是我第一次在吃东西吧？第二次，动物星球台，对 ，Discovery， 不行，要那个空格才不会被说抄袭。Discovery 卡到脚。Hello。肉肉肉肉肉肉肉，猫猫，猫咪的叫声是不是都很像小孩子、啊？就是小孩子的哭声这样子。喵！上礼拜我们跟他直播都是灌红尘惹的祸，为什么？
你今天不是一小时吗？对的。哇哦，是发情，那就喵，哇哇，晚安安，咪嗖嗖，你终于又来了。不要乱叫，因为他没开始到什么、啊。这只猫我想养，来啊，养我，一个月10万，超贵的。没有，猫咪叫声蛮多种类的，常听到很像小孩子婴儿哭声那种，喵喵。很会这样可爱你，好久不见，对，好久不见。这个眼皮啊，学猫头鹰叫，猫头鹰是呜呜呜叫吗？我可以养一个月就好，一个月10万，要是我在摇头的话，至少也要10万，超贵。云林其实也是吃过，还好啦，不惨。我只会学海豚叫，我叫完了，听到了吗？海豚音波太高，超废。哎呦喂，一直打嗝。我会学兔子跳，兔子叫不是跳，兔子根本就不会叫，兔子没有声带，你们知道吗？冷气有点冷，什么冷气有点冷？可以边吃晚餐边直播的，对呀。听到了，有点不像，什么东西不像？真的不知道。What？ 小易，你是不是要跑去？傻眼。是。原来兔子不会叫，不会，他们没有声带。你不是学海豚吗？对。啊、兔子不会叫。嗨，婉玲，嗨，丽丽，嗨，丽丽，被猜到了，我就知道。我来看看。哦，这个好可爱哟、哦，可爱，这个很好。先吃饭，晚点回来。好，我不到7点哦，要记得回来。嗨，两光，两光回来了。Plus。Minus 是减，对不对？然后 times three 那种，就是乘三乘几，减一小时。对，你不要乱叫人家名字，人家叫两光。我刚才被纠正，是这个叫凯撒吗？好累，什么好累？我刚睡起来，你知道吗？我刚前面在吃东西，你都没看到。因为我们今天起很早，我们在练习。真的换他7点直播，对啊，你们下播之后可以去看看他。他今天超棒的哦，就是他。怎么讲啊？林我应该可以说吧。他今天，对，今天练习蛮累的，午休起床，对。没有，是阿姨做的食物。他今天在人家都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就先上去，他就先去那个舞蹈教室自己先练习。自己在那边练习，因为他很怕被老师骂，他说要让老师刮目相看。对啊，超棒，他整个变很大。玲玲真的是改变很大，我有看到。玲玲真的是一开始都是一直被骂的那种。那你咧？我？我也很棒啊。嗯？你要多笑一点啊，你说现在吗？我笑。傻笑。一直被骂也太惨。对啊，
就是自己说自己棒，我就棒，我也很棒，心虚。妮妮一直都很派，才没有，憨笑。妮妮午觉中有练习才救，才没有，你就棒，派，我就棒，我没有派。噔噔，我就你，我就你吧。我就吃蛋糕，我就肥。阿姨做了什么？乳酪蛋糕，好吃的乳酪蛋糕。他们刚看到都饿了，要减肥。嗯，刚刚有人说话吗？刚刚有人说话吗？哦，没有，好。我耳朵这边好痒哦，突然是不是过敏？嗯，自己做的蛋糕吗？阿姨做的。嗯，刚刚有人讲话吗？谁说减肥什么东西？好像只是考验成绩，不可以，还不能透露，你们看到最后就知道。我没有很差哎，真的。这个减吧，错字哦。什么减是错字？嘿，没有减肥这件事情，减肥是明天的事情，能在前半段就好。你们就猜咯，你一定是聪明那个。大概吧，打错字。小精灵 ，Hello， Hello， 爱的目光锁定你，你要锁定很多次哦。哎，我是不是一戴上眼镜，眼睛会变小？期待下一集，我也蛮期待，我想看我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嗨，妮儿，嗨。嗨，就只有你还叫我妮儿，我记得。谢谢小易，谢谢小易的蓬莱西豆。来，叶叶什么什么狼，我国文超不好的。你可以当 A 组的聪明丹丹，我可以当 A 组的忙内丹丹。我是最小的丹丹，小孩丹丹。盐哦，哦，那是盐，所以它叫夜盐狼吗？应该没有念错，被叫泥丸不会害羞，害羞一下。阎王的阎哦，阎罗王的阎呐、啊。丹丹是啥？担当，念太快就变丹丹。哒哒哒哒哒哒，太小已经太小了。国文不好，对啊，我那文盲。你直播到几点？七点啊，赞吧。等一下去看一下你的直播，好久没看。其实它的它终究并非你最想追求，也大喊着名字为它打起拍手。因为我们明天还有一天，对，明天也要直播。明天是，一下，拍手关灯。明天可能不会来，可以先请假嘛？不准，哎，没有啦，没办法来就去补看，补看就好。你要去抽空看抽位置哦。你们要去看抽位置，明天直播好尴尬。你也要直播啊？
之后你都星期几播？通常都是六日啊，平日比较麻烦一点。但下礼拜，我记得有一天是平日。哦，那这样我也想去看看。刚才你要是不知道怎么讲我的名字，对，因为我是文盲，对不起，我果然超懒的。真的要抽位置了吧？是在官方那边，对不对？不准，只能被机关科警告，警告三只。承认，谢谢你的玫瑰。下礼拜要表演吧，所以有一天是平。对啊。不然会播不完。我是一朵花，谢谢咪手手。我是一朵花，谢谢咪手手。好多好多好多，你要去哪里？哎呦呀，一直打嗝。谢谢咪小熊，咪小熊。下礼拜也播三天吗？没有了，两天吧。去看剧哦，没事，是我的名字太特别吗？是我四字太少吧？我只会讲。嗨，浪客，嗨，切耳东，三旷课吗？还是警告？可以换一次打鼓，那应该可以看到假日平日。对啊，平时通常都要上班上课，我觉得上班上课那种很还就是还要再特别化妆的话其实有点麻烦，所以我就不太想要在平日播。我讲话不会含卤蛋，你们听不懂。你八九哎，不是要看猪掌握到你什么资讯，这个我都还要再去观察，干嘛要拔掉？那不要拔来拔去，还听得懂？好像第一次看到你会戴眼镜，对啊，因为今天第一位。听得懂？有人等级比我高，谁？怎么会听不懂？对了，有人帮忙，才没有哎、欸，不可以，我讲话很清楚。我阿妈都说我唱歌是含卤蛋，然后一直被骂。说到 ，IG， 好、哦，你还没追踪我，不放心你又回来，为什么有？你有咬金丝有啊，400多度，所以如果没有戴隐眼的话，没有戴眼镜，就是完全看不到，连地板都看不清楚那。是说平日要上课不能直播吗？就是还要再化妆，就比较难一点。拜拜，你先送完我礼物再拜拜，超坏。Hello， 乔哥，乔哥。哦，看来有人追踪我，是不是泥巴虾？唱不能含卤蛋唱歌，没有啦，我都有张开嘴巴。还要化妆？你平常刚刚素颜吗？对啊，班上不能化妆。今天我来29哦，他哭。是哦，什么意思？谁跳恋爱饼干？谁跳饼干？会跳通知哦，会啊，我有看到，我都会看。晚上好，晚上好。都送完，再送，全部送。我要当天使。天使。今天不是整天吗？你那边什么意思？阿贵啊，晚上好，
一个马来西亚的胡子。哦哦哦，所以我要怎么拜拜？不可以，那是砸下最终不是你发现。我就不用，我太会猜了。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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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你们想错好吗？他们都常常都叫我本名哎，不然就咖尼。他们很少叫我三个名字，三个名字比较少。他们吃饭，我刚吃蛋糕，我刚说了七点入场，原来熊猫眼，晚上好，晚上好，帅不会被叫你名啊？不会，你名通常都只有我们家的人叫。蛋糕不是饭啊，我就吃饱啦、啊。我刚睡觉前才吃东西。晚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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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是六点开始就算晚上吗？那等一下要吃宵夜。不会吧，不吃正餐，不知道，等一下再问问，要问看谁要吃饭，突然有点卡。嗯，系统六点算晚上哦。上字要准备破音了吗？晚上好，好，不会破音。听说嘉莉前辈很跟我一样很容易就破音，肚子饿就是晚上了，不知道，我觉得睡起来就是晚上，常常睡到下午，肚子饿，起床就是晚上，对啊，我起床就是晚上，咦，笑什么笑啊？谁？Ben， 你笑什么笑 ？Hello， 珍珍，嘉莉前辈要不破音比较难，真的假的？他声音蛮低的，我记得，而且他声音唱歌声音很洪亮，我都听得到，超厉害。谢谢你的蓝色一元榜。晚上好，晚上好，拜拜拜拜拜拜，你要走就走吧，不聊你。转身离开，晚上好。哎，这边显示着分手，我才没有跟你在一起，分什么手？没有手可以分。一直前辈跳舞动作有点大，对啊，超会跳。有你的直播已经看好看了，赞，你赞，我爱你吧，笑，谢谢，谢谢代代的心之冠。你也是反蒙他吗？有吗？但我其实蛮凶的。你在接歌哦。谢谢真真的果子，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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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真真赞，凶我，我才不要凶你嘞，当我好惹哈哈，你高音也很反差，还在凶我啊？才没有，怎么没特效？刚有啊。谁要被凶？嗯，都来跟我吵架哈，嗯，超坏，打我打不到，还好不是 M， 很怕哟。其实我在班上真的很凶，骂我，喜欢被凶，你们这些奇怪的人类，你们这些奇怪的火星人，不要举手了，
放下你的手把我砍断，没有派斯西什么意思？猜我，我又不是语音要前辈，需要更多。嗯，好凶，我喜欢。为什么就跟你吵架？就不准问我，就不准问我，我跟你讲。感觉大家都被阿布前辈跟雨喵学学一样差不多，什么意思？你脸派我猜没啊？念出来什么？要被你打都不出来，奇怪。是我这算反蒙差吗？我是看起来，我看起来蛮凶的啊，我有时候都会这样瞪人欸，有时候班上真的很吵，就这样。然后那个假设是你。假设是镜头这边，我就这样，超不爽，不行，我要气，超不爽，吃完饭回来吃好快，不被凶觉得浑身不对劲，怪怪，瞪着鼻孔撑到，我才不要，谢谢分享，反蒙茶，你妮派，才没有派，你在派呢，啊，啊，啊。啊，你的气质就是凶，凶的时候气质都不一样。喜欢我凶人吗？你要请凶我，我才不要嘞！来，恐龙都被我吃掉了。你好派，你们这些奇怪的。好了，你不要自己毁坏自己形象，还好吧？难怪弟弟都不敢叫。阿姨都说我在家里身份地位是最低的，比弟弟还要低。我叫他们，他们都不会理我。嗯，又沾一下嘴巴那样。这个凶我接受。奇怪的，罐头鱼突然变多。我等一下下播再改啊，我一直忘记改，傻眼。真是很蠢。你把虾要去。哦，好可爱！这是上一次直播的那个衣服，我觉得不行，竟然有施工了，竟然被说奇怪，你们这些奇怪的人类，奇怪的人，手小被骂，我觉得很帅的。我有时候觉得事情很怪的时候，我就这样，嗯，幸好是你吧。对啊，不然早一堆人都被我吓跑，都被我吓跑了吧。我刚才不是不小心滑出去，不要再滑出去了。我之前都说滑出去是滑出去。弟不是被骂成哑巴，才没有嘞，我才没有那么凶。知道之后就发现粉丝很奇怪，我知道，受不了你们这些人，有些愚蠢的人类。要那个很中二的，你们这些愚蠢人类，奇怪欸，我犯水偶像，什么犯？卤肉饭、鸡肉饭、排骨饭？咦，你不是人类吗？我是火星人。我想要关一下门欸，我妈在讲电话，等我一下。中二你，饭有粉丝的意思，我知道啊，才没有中二嘞，哼，你奇怪，我们才奇怪，大家都奇怪，我就奇怪。Hello 饭团，火星，那我们要移民，来啊，一起来找我，然后我就飞到木星，然后再飞到冥王星，再飞到海王星。你踩我啊？怪怪的哦，你们都怪怪的哦。他是喵星人，跟我讲话喵喵喵。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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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可以。来啊，谁要被我骂谁？你们想一句台词来被我骂。拜托，我们两个同星球的人。下一次就会有粉丝，你们下礼拜就，你们下礼拜不要乱喊哦，会被打。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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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迷你控，你会听到你踩我是吗？我怕。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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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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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下一次的想到就怕，为什么？不要踩我。会不要你爸其实汪汪汪汪汪很派的喵喵喵还要哈气来吃饭好真的拜拜拜拜恭喜我只买到现在讨厌竟然没有买一组 Hello Mino草莓酱的宝宝，草莓的宝宝，对不起，我多加一个酱。给你一罐头，别气别气，我要吃我一罐头。没有我一罐头，一切不谈。哼。不对，你是猫咪，应该是喊你，你咬我。喵。喵。下次直播我们准备猫耳。自己绑，不是可以自己绑吗？绑辫子，然后变这样，就是变弄起来，变这样子。好了，我现在不知道干嘛。我只有诶，赞赞，高傲才没有。哦，睁大我的眼睛，我现在眼睛好小，我的眼线拉超长。傲娇吗？我才没有，还好我有 B。嗯，你是不是没有 A 的？不敢说吧。再不买 A 的，我跟你讲哦，我跟你切八段哦，切八段，这样切八段。哼，还是要这样切八段也可以哦。要下次看到头发的，正在学绑那个，从上面绑下来的。辫子，一定没办法买。QQ， 等一下不是要抽外资吗？你们等一下。A 是什么 ？Daisy， 当然是我们 Daisy 呀、啊！看好你呀、啊，谢谢咪叔叔。还好你不会开奇怪的特效，我就只有这些特效，我现在还没有开，还没有其他的。我来被吃了，哇！口水的部分。哦，你这个头贴好可爱哦！这是第一次直播哎，抽位置什么就直接放弃治疗。你们会不会被柱子挡住啊？太晚知道你了，要早点知道好吗？妮妮晚安，晚安。妮妮要我不要？哦，有啊。我要吃肉肉，就要吃肉肉。耳朵有点痛，开满格，不要开那么大。我会爆音，我跟你讲，爆音给你看、啊。哼，在柱子后面，在柱子后面到底怎么看、啊？很可疑。其实看了也不知道坐哪里，就知道号码而已啊。山区超远的。八点我会调成一个，你是要看面面前辈的吗？我也是，还要没有面面大声。嗯，
三分之一的舞台，超可怜的啦，这样子你们看不到我哎、欸，不可以看不到我，被柱子挡了四次以上也太可怜了，打掉柱子，到底为什么要做那个柱子啊？虽然好像是传统，但是有柱子其实也蛮挡的。欢迎面前辈喜欢呢、啊，帮我举霓扇，谁要举？谁要举？举给我看，我都看得到，我都会找哎、欸，然后就看着你们跳。屋顶会塌下来，再开一点啊，为什么不行？如果被挡住，我也没办法。我知道啊，就希望你们全部都不要抽到镜柱子，不是镜子。你视力很好吗？四百多度哎、欸，近视四百多度。我这样看就有点糊了。你要举，我明天就做。做啊，各位，你们最棒！啤酒厂，你要举是不是？举三三吗？举三三，爱三三。好哦，你就棒，你很棒。总是要有人出来护柱子后面，这样表演是要带你们。当然，哇，谢谢泥巴技师的蜂蜜柠檬水，柠檬水好喝，蜂蜜柠檬水真的很好喝，便利商店有卖，我都会。我也在 C 举，嗯，到现在就踩你，哎呀，有那个菲菲，谢谢你的 love。哇，好快啊，一小时哎！谢谢的 kiss， 要快要喊啊！一直讲错话，快要念棒了。我决定要介绍的时候要可爱一点。大家好，我是林佳妮，又要想你了，不要啦，你可以去看着我的 IG 照片。玲玲早开，现在吗？今天好快啊，一小时啊，一小时真的很快。对啊，时间过得好快。常有时候大概直播到最后才会觉得说怎么会开那么少。谢谢你的乐福。这是几岁你？三岁，我只有三岁。你要给我十块去买多多吗？虽然现在十二块才可以买到大瓶的多多、哦。沙睡妮妮，对，是沙睡。就要一直看，不会变成怪叔叔。看什么？十块，可以给你100块去买。谢谢蜜小小的乐福，我也爱你，乐福，我爱你们。买爆！A 组平均年龄好像，你有算吗？等一下，我声音突然变回来。你要什么的？买！我要一台火箭。没有，可以飞上外太空的那一种。超坏！我要一颗木星。谢谢你的 love。一个月10万都还不够。我要冥王星，我要海王星，我要一只猫咪。大家只会做到一只猫咪这个，火箭还有木星，还有水星，还有金星，还有太阳。好了，我要念榜。这里爸爸买给你吗？这边爸爸买给你。来一下截图时间吗？可以。你们要戴眼镜吗？还是不要戴？我现在
猫咪会被弟弟凶吗？弟弟会咬咬别的小动物，所以我们家不能有其他东西。我想着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里呀。来到截图时间，谢谢你的蜂蜜洗毛水，你是不是就是凯夏？三岁都是这样子这样子比的。三岁，我就三岁，然后比也要这样比，耶！我就三岁。三岁就近视，电视儿童，遗传的嘞。你好，初期揭秘，我回来了，是你回来的才对吧？现在三岁戴眼镜吗？我就不要戴，看不到你们。手机儿童，很可爱，谢谢。我声音又变回来了。好啦，我来念念榜，来，今天用沙睡的声音。好了，来喽，从十五名开始。第十五名张明丽，谢谢。第十四名仓鼠的肌肉，再来是什么？仓鼠肌肉艾文，谢谢。然后第十三名是易德，十二名泥巴尾鱼罐头好吃。第十一名变成吸血狸魔，谢谢你们。第十名告白叫教徒小易，不赢了。第九名富伟哥，第八名雪雪，那个头贴是我赞，谢谢。第七名蜜手手，蜜手蜜手疼，没事，对不起。第六名阿基拉，阿基拉。第五名是凯夏吗？就是那个凯夏吗？为什么那个脸那么大？为什么我的脸那么大？对不起，我喷口水。第四名泥巴技师，来第三名，第三名西提，第三名是西提，第二名朱利恩呀，然后第一名。泥巴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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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巴。谢谢你们，回来了，回来了，但是我要结束了，我快要结束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好好吃，好吃。一个的姿势，你已经是几度？400多度。先不要，您辛苦了。赞，吃饱了。赞，你还在啊？赞，快要下播了。赞，最爱你的，我爱你。有鸟在啄，有鸡在啄我，我都有看到哦。你们这些人，明天见，明天见。好，倒数，十、九、八、七、九、三、五 ，AI 你，妮妮超可爱，谢谢，晚安，三、五、七。十一，明天请假。三月第一天就请假，看来你休息也不好。我是喵星人呢，喵星人不需要数学。明天看不得，明天也有开啊。
今天也有看，拜拜。乱倒数当然是乱倒数啊，我是妮妮，那是你但是乱倒数啊，我要二咯，二三五一八零，你是喵，谢谢，才听一天就请假才小学生，才没有嘞，拜拜。Bye-bye.